你们的表情是。戴尔一个嘴音 ，OK 吗？还是你要啊？要卡在什么？哎，那要不要再唱多长一点？好，在后面的另外一个部分。哎，那你会这样，你们靠近那种感觉比较一个。哦，知道那种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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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四肢并一只的那种感觉。对的，对的，对对对，四肢并一只。那你们要说把第二个交会，把第二个交会，第二个交会。你那个什么？你的花香线。好，那再一次，一二。你的花香。陷阱，我最后才清醒。就是这样，幸福就没有了。对，幸福就唱同样的旋律就可以了。再一次，好。你的花香陷阱，我最后才清醒。可以，哎，好，可以哦。再练，再练一次，自己唱一遍。好。你的花香陷阱，我最后才清醒。好，你们唱一次给我听，一二三。你的花香陷阱，我最后才清醒。对，对了，对了，可以。有一个字，这有一个字不好，还 OK。其实一堆人唱就没差，没差这样子。反正在那个音乐那么大声，那个一个字不对，应该没差没差，就是常常因为会跑掉，会趴粉一下，对，不小心跑掉。好，那麦克风合体，从头开始了，合体，准备。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，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。幸福只是水中的倒影。有吗？有合吗？有没有合？有，对不对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们 level 被我们拉提升了啦。我觉得唱和声会很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会觉得自己天哪，好棒！讲五遍我都知道啦。唱和声很有成就感。谢谢妹妹，谢谢你们，表现得太棒了。师来啊，我们妹妹呢也想在三位面前呢稍微表演一下啊，真的我很想看呢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今天是要歌唱验收啦，我们欢迎现役的小优。我可以坐在这边坐一次看看吗？哎，我们三个坐在这边会怎么样？借我们三个位置，老人坐在这边不知道什么感觉。好，哎，那你们三个过来这边陪我们，好，有小妹妹的感觉吗？好好，那真的我是妹妹，我今年十五岁，丫头，我也是丫头，我是丫头的妹妹，不是丫头在提水，再说我鸭肉了，你对，你们养猪四百头猪是吧？四百头，好，验收了，验收了，你们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？世界末日，好的，掌声欢迎。想哭。
是颓废，也是另一种美。三位大师，他们可能真的是蛮有进步的空间啦，真的真的。还蛮紧张的，你还加分，你都挑战赛。会学 Ella 唱歌，真的假的？就 A 学 Ella 唱那个，还有 Selina 他们三个唱那个《恋人未满》。就是你一个人要学三个人是吗？不容易哦。一个人可是我的 Selina 跟 Hebe 有点不像。没关系，你先试试看。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？为什么在大半夜却又想见面？在朋友里面，就属你最特别，总让我觉得很亲切。先看一下，现在会转台耶，好精神哦。